今仔日吼是主题这个办这个专题演讲吼，叫做台湾文史文史台湾讲座啊系列。咱真欢喜的当请到王太哲先生来甲咱演讲。我今早就听到这个消息吼，因为小光老师甲通知讲吼，有一个美国吼要等来甲咱。因讲这个题目，啊，咱唔知影咱当时个安排吼，啊，阮找着这个时间讲，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关心的人应该是真侪啦。啊，咱这个台湾文化研究所吼，对这个台湾的文化、语言、文学各方面吼，拢真重视。啊，可惜呢，阮这个所内底吼，对这个语言的研究吼，其实较少啦吼。那有这个机会，咱请到这个。王先生来去演讲吼，啊，我有看过一个资料，对这方面会当对咱应该有真大的帮忙吼，所以阮今仔安排这个时间吼。那有关这个演讲的这个详细内容吼，我想也是请小光来老师来甲您介绍一下吼。好，安尼我先讲到这，谢谢。伊的资历非常丰富，啊，我即马拄好渐渐老人痴呆。所以伊的资料吼，我上丰富，我记袂掉，所以我必须要翻看个小抄，来介绍咱王教授。王教授伊伫1939年出生在咱屏东南丹，南丹咱知影足有名的这个所在，所以王老师有可能就变波。南丹南口不是地口，南丹是变波的所在。所以咱是乡亲，咱拢是起来人。你若看到伊资料，你会惊着吼。王老师，伊是化工、化学的博士哦。伊咱台大化学系毕业了，去美国，迄间大学叫名叫 Rice University， 伫迄个 Texas， 伫 Houston。我这种嘛伫遐，我经过一间校，我记唔得啦吼。这间校我捌经过最有名 ，Rice University。啊，伊是化学的博士，但是呢，伊对文学、对文化、对雕刻、对艺术非常，唔是干研究尔，非常有成就。所以得过咱王玉德教授纪念研究奖的这个奖助金。这项项目是啥物呢？是台湾文化语文组。哦，我看这时候有点惭愧啊，一个化学的博士，必然聪明。伊的研究跟成就拢有关温馨人文的研究者之上，所以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啊，即讲未完，啊，迄个王教授佫捌伫即个辛辛那提一间大学，吼，一间大学是辛辛那提 College of Medicine 的即个大学，也教过册，但是你是担任有关土地方面的课程，就是土地生化，土地生化课。啊，但是伊业余时间呢，还是讲退休了呢，从事文学的写作，啊，来代理的研究。啊，今仔日嘛真难得，咱的夫人哦，张喜久女士，马南总。啊，张女士一出生嘛是非常有成就。啊，我开个玩笑啦吼，咱张夫人，咱那个王夫人是叫做张喜久，所以我刚刚讲。我很羡慕我们王教授天天可以喝喜酒。好，我不爱这么长的时间，今天呢，我们真欢喜啊，王老师、王教授来甲咱做有关台语、台湾历史文化啊，特别是台湾语言的这个专题报告啊。现在呢，可能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大家提问啊，我麦克风会交咱王老师。何所长，李教授，有我有这个机会，当来向咱大家交换这个有关台湾语音教学的意见。哦，啊，我的大题目是地学联想。啊，它这个语文的语言的语音的问题是其中的一项目。哦，这是今日要讲的。啊，第一个slide就是入乡随俗，咱大家拢知影，李教授有一本册是叫做《60分钟快读台湾史》，台湾史400年的，
六十分钟，所以我嘛就爱照伊的比例啦。我要用六分钟的时间吼、哦，来讲四十年的台湾史。啊，这四十年吼、哦，我从1930年到1970年这四十年，啊，对1930年讲起，这张投影片就是1930年迄个时阵，咱台湾去日本的留学生。内底有中学生、大学生，啊，含毕业的社会人士，你较看伊的穿插，迄当时的穿插，咱即摆含伊比起来，输忝忝，哦，咱无去看的穿插，伊叫做台湾伫日本的留学生。啊，因为迄个时阵我还袂出世，所以遮人拢含我一丝仔关系都无。到几年后，到要十年后。上典馆中地白话迄个，就是阮江湖即马过身去啊。哦，啊，正面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，就是高雄的律师王千泽。正面即、這个，这边第二个，就是东港的东金明。哦，典馆阮家父正面迄是阮，啊，到尾十年后我已经出世啊，伫万丹滨东的万丹。出山红豆的万丹，不是出山猪脚的斑斑哦。啊，阮牵手，伊家己出世，伊是家己的人。我出世的时，会使讲迄个时，你啊看，庄林人潜水士去屏东翕相，迄是跳舞时代，跳舞时代。经过无偌久，就是空袭时代。哦，正面迄，庄阿厝的。医生馆空心，啊，炸了了，不得已用竹啊做一个临时的病院，哦，经过是这两个时代，唔是干那安尼尔，二次世界大战了，经过的是啥？北协时代，大家拢知影，这是啥来甲咱台湾北协，哦，啊，所以无偌久，两年，这顶上的人吼，煞比。1947年二二八，蒋介石前乡的对象，迄个时翕相的是完全唔知影讲因以后的迄款境遇。求学的时代，我小学有一个恩师，或者讲干弟兄，伊是一个做餐人，伊暑假吼也是无教册时。伊个厝个火店外口就是田，啊，伊是拢在做田个做田人，哦。伊是高中科毕业，做学校先生做40几年，都要做到校长。伊做一本册，我做一书咯。二书咯，这本册内底，我摕托书了来个拜访，甲看一个条件，一个做田人。伊的册内底包括西洋的铁学家、文学家种种，遮个人的相的内底，伊的册拢有提着。这本书是书名做的《民主主义》，但是我予大家看，讲遐个相、遐个人吼，我的小学的老师、真人人，拢总有接触过。高中嘛是有一个恩师，啊，无相。这高中恩师上，予我纪念的就是讲，我高中有一篇文章吼。伊甲我偏语用毛笔按字写，写讲上下连贯，语义中肯。无我迄个时以后，我写文章拢唔敢上下不连贯，拢唔敢语义不中肯。所以，伊是对我真有鼓励一个老师，啊，一天大学恩师刘胜烈，刘胜烈教授刘师的字，伊即马。102岁，身体还真勇健。我前出国了，每一摆回来都伊甲拜访。伊是台湾第一个理学博士，伊做一本册，伊的回忆录。伊安怎呢？我若见回来，伊现要身体要会当出去的时候，拢会请计程车招我去台北市、台北街啊市。我想，阿姨叫我去台北街说是要创何？原来伊说的时间吼，拢是书面
独立台湾车队伫游行的时间，啊，我的计程车就到边仔下面做一件，伊就是这款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自由广场改了，伊特别去翕一张相寄来给我，讲这个看嘞，即马已经自由广场，唔是啥物，其他的。大众组织，我爱随时翕相，啊，寄来我，吼、哦，迄个大家跨个信息。你看个时代，这就是上山机场。我出国1963，50年前来外，伫内底伫外口，啊，来到美国了吼，我用第一个暑假去纽约看博览会，第二个暑假帮。朋友五个，载我一台铁卡车去黄石公园露营钓鱼。第三暑假，我家己一个担头较大，我家己一个坐迄个火火车，对只坐到加利福尼亚，去到加拿大湾区吧，来到威尼斯，来到西加坡，啊，到等于休斯顿，坐一日。迄个时的社会背景。就是黑人和白人分足开的时，拄啊要转换的时间。你啊看伊的便所、浴门、洗衫布店、餐厅、等车的所在，黑人和白人要分开。我迄坐巴士坐过哩吼，拢要看黑人家己去坐后边，伊家己去坐后边，吼、哦、有迄款的经验，啊袂到像阵的时代，即摆继续。进步啊！可比讲，迄个时有一个囡仔，迄、那个黑人囡仔，即、這个去读白人的学校，啊，但当地白人反对，所以就爱联邦的法警甲伊保护，哦，三个是联邦的法警，甲保护即个囡仔去白人的学校读册。啊，这是53年，差不多53年后，迄、那个囡仔就是即、這个，啊，即、這个就是迄、那个。特别迄个要有滴个，剩咧两个已经过身去啊，吼、哦，纪念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叫做 Rosa Park， 伊迄个就是伫公车内底坐头前，司机迄次的发现哦，伊就爱坐后壁，伊肯啊唔去坐后壁，伊就多啊坐，啊是引起以后的荷兰的新冠运动。下骹这个叫做 Andrew Davis。在我地方的是，伊是一个红化成穷山洞，这个大家哦，是这个真开明的一个老师，即马是正式退休教授，啊嘛是经过这5年来吼、哦，我1963去美国2月后，就碰到 Kennedy， Jack Kennedy 被暗杀，迄下晡我拄仔过时了。啊，学生临时安尼一群一群做伙在听，好在有迄个 transistor radio 真流行吼。啊，你听我想讲，啊，你等下无在做实验，等下在听后来着，原来就是 Kennedy 同 Anderson。啊，所以5年来 Kennedy 小弟啊，含金博士同装同 Anderson， 所以第一时间是做实验，无啥关心外口的代志，啊，唔知安怎关心。实在迄个时社会有三大。见底暗杀，这是真乱的社会。同款的时间，1955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，美国发生遐个代志吼。啊，咱台湾发生啥物代志？1955年、1954年，李明敏教授倒来台湾教书。过一年，一个叫做唐培里 （Thornberry）， 伊17岁时决定服侍基督。这两个本来无熟识，经过片面面、食聪明、为领导发表台湾自由运动宣言，互人了，互人软禁种种以后，到1970年，所以唐培里甲伊救出台湾。就是这段时间，就是发生这款代志。啊，今仔日荷兰做总统，这就是荷兰的努力啊。啊，咱台湾呢，台湾的当
是有经济奇迹、有民主奇迹，但是各国家的程度，要都是美中不足。这美中不足是，这是足，嘛是通足好个足，是美国和中国拢无咧甲你知道啊，美中不足。先加一个，拄仔看到一张相吼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本来我想说是美国萍水相逢。这是美女哦，啊，我这边，我听我跟你讲，这三个吼，这阮老母，这阮大姐，这阮二姐，即马常常要来讲咱台湾的语文的经过吼，这阮老母、大姐、二姐，这边上这阮阿妈，这阮阿妈四个，这嘛。即款老母的四个姐妹，即款大姐的四个姐妹，啊，即款二姐的四个祖囝，即四代一代四个祖囝啊，啊，无加无减，拢总十二个。即代当然是讲台湾话，咱就是台湾，台湾话本身就是台湾话啦，哦，迄、那个是吼、哦，啊，即代就是本来啊，含中国话开始啊。啊，这代呢主要中国话啦，啊有英语开始啊吼，啊这代呢话拢住伫外国啦，啊就英语开始啊。所以咱台湾的这语言的变化就是安尼，照这个一代一代安去去。啊，阮有三个祖囝，中迄三个，啊直直生，直直生，直直富，富到遮多，三个囝婿，啊拢做村长孙，啊拢无查甫囡仔，干那我含阮三个囝婿查甫尔，剩了拢查某个。啊，哦，自从这个出国迄个时，到今仔日，我的感想是安怎？阮迄个时的出国吼，唔是像李远哲安尼讲要去美国摕 Nobel Prize， 唔是啦。阮迄个时是留学潮，人嘛行对人行，会，但然吼，每一年暑假吼。拢有豪车送出国的人，我共送几落摆，啊，即摆轮到我互送，啊，到今仔日的感想就是讲，有教授会伫新西兰伫开会，啊，我现做一条歌，利用做阮遐附近的Kentucky 吼，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， 用迄条歌。The sun shines bright in my old Kentucky home。这大家有识吼？我用迄条歌做这个台湾的歌词，和迄个花、迄个暗花来唱，就是讲为着啥花，花来遮远的所在，这就是我的心情吼。啊，大部分你爱唱唱，买来是基本都唔知是安怎来的，为着啥花，花来遮远的所在。是安怎山公花出来？好天无地，希望我嘛袂失败，袂来辜负家乡的期待。每日工作透早透暝无歇睏，咱只有勇气甲生存。错了后，错了头路就好运。同齐打拼，这是好时阵。可是故乡台湾，就靠咱来成全。迄只因为全体会员在唱，所以我甲分做查甫查某，啊查甫是。建设故乡台湾，法治自由健全，咱就倒转去迄个真远的所在，故乡地叫大家拢转来，唱得敢爱国歌曲哦，啊，大家拢无要转来咧吼。